看你的眼神藏满了我全部的注意，闭上也关不住的情绪，甜蜜的微笑在心中泛起的涟漪，怎样也抚不平的欢喜，因为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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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爱情，不会啦啦啦啦啦下最后的背影，想要啦啦啦啦啦亲手走过天际，多么幸运那个人就是你，第一眼就认定，手心里暖暖的暖暖的心情，慢慢的慢慢的是你，一点点靠近的心跳逃脱了预料，你的气味在心里发酵，因为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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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爱情，不会啦啦手心里暖暖的暖暖的爱情，慢慢的慢慢喜欢你。老大，林佳玉公司给咱们工作室发了他生日会的请柬，你要不要去？我要赶紧给人家回复。我需要去吗？当然要去了，现场直接来一个公布，这就是帮助女神登顶的天才男神。虽然知道真相，你姐能打死你，不过你抱得女神归啊，还挺值得的嘛。首先，没有什么女神。其次，我可能弄错了。什么弄错了？我的报案对象可能不是林佳怡。什么？你居然把这种事给弄错了？大哥，你可是一个超忆症啊，这种鸡毛蒜皮的细节都能记得住，这种事你居然弄错了。当时我发高烧一直昏迷，只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，却没有看清楚是谁。那应该是谁？总之生日会我们一起去，这件事我必须要弄清楚。没想到你以前还是什么练习生啊。年少无知嘛，对吧？谁都有做梦的时候。艺人做不好就来做导购，那做导购也不见得就比艺人容易。所以嘛，小丽姐，我一直想请教你来着。我看我们公司的销售业绩，您一直都是第一名，有什么诀窍吗？还算你有点眼力劲儿啊，我免费送你点经验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女人。这就是顾客，就是人民币呀。贴身服务，步步紧跟，只要他眼神一落，瞅哪家就给拿哪家。只要他肯进试衣间，我就敢夸上天。版型特别好，您可以上身试穿一下。等着啊，欢迎光临 HOKO， 请随意试穿。哎，你好，这个衣服有我穿的尺码吗？当然。这件 M 的就合适。是吗？哎呀，哎呦，太好看了！这衣服穿在你身上，就跟长在你身上一样，背后就写着两个字儿，你的。不是，这是不是有点紧呢？是有一点点。谁说小？姐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风衣的设计，一般人还真穿不出这种味道。是您气场够，这才撑得住。哎呀，那我……哎，好，姐，我给你包起来。小琴，那个，给姐结账，接着打折。姐，您的包。姐结账啊！好，绝对给你打个折扣。你们这台服务真好，我好心教你，你倒好，拆我的台呀！确实有点不太适合他。反正很多人来买衣服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我倒要看你能有多大能耐。这是什么？礼物啊！我知道，给谁的？老大，这你算是问着了，你猜。林佳怡。不全对，这一二三份是留给林佳怡的，你选一个就行。那这些呢？
你姐横竖都已经被得罪了，你还不备点礼物以防万一啊？这三分呢？你不是说可能弄错人了吗？这些就留给那个命中注定对的女孩。嘿嘿，还有老大，林佳一生日 party 肯定是大场面，我给你备了几身正经衣服，你试一下。哎，老大，你去哪儿？干嘛？你没忘记林佳一的邀请吧？咱们要去他的生日 party。你要去啊？宇宙尴尬，我不想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他敢请我就敢去，他让老娘不开心，老娘也要让他不开心。特别是他生日这天。韩总，你不会是想去砸场子吧？缺不缺一句话？哎呀，韩总啊，你说如果你是心平气和的去这一趟吧，那我就不去了。但是如果你是想去砸场子的话呢？我就知道你不会掉链子。哎，去，看看穿哪件。这输人可不输阵啊，必须把场子给撑起来。No， 我看看你这有啥。我有想法了，别了吧，跟不跟我吧？不了。刘暖暖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的房子绝对不允许留宿异性。不能留宿异性，那我是什么呀？我指的是你，不允许留宿异性。我当然也不会留宿异性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如果你要是有了男朋友，你们可以一起搬出去外面住，没有必要在这里。我发誓我没有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，真的也没有留宿任何异性。没有。暂住须知，暂时留条，不允许我领养任何带毛的动物。已经是第三次了，我已经用完所有的机会了。很好，你不用今天晚上搬走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三天之后你还有你的猫都搬离这里，我会帮你付一年的房租。为什么帮我付啊？那就算是游戏也有复活的机会啊，对吧？我能不能冒死对你发起一个新的挑战？如果我赢了，再给我一次试住的机会，一次就好。挑战？关于什么？激励。可以，如果你赢了，你和你的猫都可以留下。那三天，像你这种技艺天才，我需要点时间准备。我等你。坏蛋，一个这个特别的来宾啊。哎呦，来了，韩彻 ，King 大学 ，King， 你刚刚叫他 King， 来啊，咱们正式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总决选的视觉总监，也是国际著名视觉艺术大师 King。谢谢你在总决选的时候帮了我。
你注意到了？我觉得这枚发卡很特别，它珍藏了很多珍贵的回忆。林小姐，这是 King 送你的生日礼物。哇，我可以拆开看吗？好美啊，可是为什么是平底鞋？穿高跟鞋会造成骨盆不正。哎，这个礼物啊 King 选了很久，看你经常在台上表演，穿高跟鞋一定很累，下台想让你穿平底鞋能休息休息。真是太有心了，谢谢你。其实你人能来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。哎呦 Chris， 哎，你好。 Hello 哎，琳琳，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我先失陪一下，拜拜。不用谢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刚才在心里对我说了一句谢谢，所以我真诚地回了一句，不用谢。姐姐怎么来了？来来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怎么穿了这个呀？这么大的场面肯定要穿得隆重一点嘛。对啊，我们又不是明星，也没有服装赞助，这个呀就是我们最好的衣服了。是挺好看的，早点说我就和你们一起穿这个了。对了，那边准备了点心，你们可以先填一下肚子，然后还准备了我们爱喝的比心酒，一定要喝点。我还有事先失陪一下。我准备了我们爱喝的比心酒，一定要喝哦。放心，老娘今天陪你喝到底。吃我，我去逛一下。学姐，好巧啊！你也亲自，我也亲自上男厕所，是吧？哎，学姐，你能亲自来林佳怡的 party， 你的胸襟，你的气魄，真的深深的折服。小来，你在这儿，韩彻肯定也在这儿吧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有事儿瞒着我吧？啊，你小子从小一有事瞒着我，你就会下意识的抹鼻子。说，我给你个痛快。哎呀，这事儿真的不能怪我。你也知道，你弟是世界顶级视觉艺术家，他做一个舞台效果真的是。说重点。韩彻就是 King。你的意思是，韩彻就是那个在出道舞台上帮了林佳怡的那个人？作为团队的一员，我不能这么说。但在这件事上，我是无比的赞同你啊！哎，学姐，你别生气。帮着他一起骗我是不是？你们一伙的。学姐，哎，姐，姐，韩彻，姐，哎，姐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宁可帮他也不帮你亲戚，你怎么想的？你不适合娱乐圈。你说啥？不是，那他就合适了啊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林佳怡有什么好的？
姐在小点声，这是他们的地盘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啥都不怕，就算为了暖暖，你消消气，行吗？啊？说什么呢？关暖暖什么事儿？现在事已经闹开了，关暖肯定不会再去韩家，但他能去哪儿呢？对于你弟，你怎么打他，怎么揍他，我都赞成。可是为了暖暖，你别冲动好吗？告诉你，我现在不追究，不代表我就放过你。我纯粹是为了暖暖。姐，行啊，姐，暖暖。嗯，别，我不喝苏打水的。你吃了这么多东西，喝点苏打水啊，好消化。啊。怎么样，新工作如何呀？哎，哪儿都一样呗，都有事儿妈，都有马屁精，就是没有傻白甜。你不就是傻白甜吗？学长，你太看不起我了吧？我现在啊，可是打不死的职场小强。哎。你的专辑怎么样了？哦，还在弄。暖暖，看见一个朋友，过去打声招呼，一会儿过来找你啊。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哎，你这之前演出服啊，是不是感觉特别熟悉？暖暖啊，今天琳琳生日，你能过来啊，她特别开心。其实我也特别开心，怎么说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。没事儿，多走动走动啊。哎，学长的专辑怎么了？不是说要出来了吗？你不知道啊，他为了你可是顶撞了老板啊。那徐总大发雷霆，把他所有工作全都给停了，就差没被雪藏了。什么？你呀、啊，你要真想帮他，离他远一点啊！各位嘉宾，各位嘉宾，开始了。各位朋友，生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感谢你们的光临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22岁的生日聚会。今天有两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朋友也到现场了。韩雪和暖暖，我想请他们上台和我一起切蛋糕。很开心过去的日子能和你们一起走过，也很开心未来还有你们，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这一身衣服是我们曾经演出一起穿过的衣服，就会让我们想起那一段岁月，刻骨铭心，一生难忘。我们愿意做沉默的星星，只要可以照亮你，只要能够捧起你这颗璀璨的月亮，永远闪亮。谢谢你们，感谢有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在舞台上的梦想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感谢有你，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段新的风雨征程。其实只要你们愿意，我们三个永远都是梦想少女。哦，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都在啊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梦想少女的重组训？那个有关于重组这件事情呢，这个咱们得私下聊啊，私下好好聊。首先那个欢迎所有今天到场的朋友们啊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可能也看到了，这个韩雪、暖暖还有琳琳这三个女孩呢是非常要好的姐妹。刚刚呢，另外两个女孩也在台上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语。我非常感动，我觉得在这些话语里面，我听到了很多的温暖啊，真的是啊，这简直就是金刚无敌姐妹花。那接下来咱们就请姐妹花先给大家切蛋糕，好不好？来，切蛋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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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切吧，切吧，切蛋糕啊。
要给大家唱一首歌，我们的主打歌叫做《我永远记得》。Drop the beat， 来，乐手起来。都毕业了，还在玲玲的生日会撒野？想红想疯了吧，来玲玲的生日会蹭热度，看谁认识你们过去的。这都什么玩意儿啊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看也有好的呀，你看这个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看他们挺可怜的，也只能靠这种方式上头。要我说啊，就该听我的，上去直接揍一顿，好歹也能解解气。是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请你们来是真的想跟你们道歉，可是你如果真心想道歉，你请这么多媒体来干什么？就是因为我，你不就是为了维护你完美的人设，演一出姐妹情深的好戏吗？就是因为我想跟你们道歉，所以我才叫媒体都过来，我告诉他们我们三个很好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在网上再去抨击你们。行了行了，我都被你的鬼话骗了4年了，我要是再相信你，我韩字倒过来写。那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？你从那上面跳下去，我就信你。只要我跳了，你就原谅我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只要你敢跳，我就敢把这事儿翻篇。琳琳不是恐高吗？你算了吧。初到舞台上，那威亚都快荡到天花板了，也没见有什么事儿。不是，算了吧。好，我跳。哎呀，你看人家都发抖了，你为什么？你我不会。可是林佳怡，她怎么可能会跳？哎，有人落水了！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？呛的水都排出来了，呼吸脉搏也很平稳，你要是再喊大声一点，他估计能被你吓醒。别走，你别走。嘘，我们都在呢，哪儿都不去。还是暖暖洗洗，玲玲可宝贝她的长头发了，不擦干明天又要头疼。韩哲，你还记得吗？奶奶走了那晚你发高烧，人家暖暖可是一晚上都没睡觉，一直照顾你。你呢，你倒好，不是赶人家走，就是什么霸王条约的。学长，林佳怡怎么样了？啊，应该没事吧。学长，
哦，我刚才遇见一个制作人，聊了两句关于唱片的事情。你别骗我了，老刘刚才都和我说了，你因为我在公司闹翻了，然后现在都停止你的工作，对吧？这老刘的嘴真是管不住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没那么严重，这也是公司正常的流程。不过没有通告也挺好的，我可以专心的弄唱片。你是？他是韩彻，韩雪的弟弟。原来你就是 King。你笑什么？你这个傻丫头，该不会是刚才脑子进水了吧？你们终于有肯叫我玲玲了。我说了，你要敢跳，我就敢原谅你。我说到做到。韩总，暖暖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不是你们说一句原谅就真的可以原谅我的。我也不奢望我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好，但是只要你们以后还愿意和我一起吃吃饭、聊聊天，你们还愿意跟我说说有的没的，我就知足了。毕竟，除了你们俩，我真的没有其他朋友了。傻瓜，说什么呢？我喜欢的，没什么事早点睡啊。等一下。还给你。这。我在水里捡到的。不是应该还给琳琳吗？还是你说你是想要我帮你还给他？你说你有什么可生气的？弄错人了，那就重新报恩嘛，把对林佳怡的好拿一半给暖暖，不就行了吗？悬崖勒马，为时不晚，总比你把林佳怡追到手了才发现弄错人了要好得多吧。这天才啊，就是忍不了自己受一点错，本来就是你的错，你还说是人家暖暖的错，你不开心，说到你还不是因为你喜欢暖暖啊。暖暖，我看网上新闻了，你去参加林佳怡生日 party 了，你俩和好了？上班时间不要闲扯。暖暖，你到店这么长时间了，居然是零业绩，试用期还有三天，再没有业绩，走人。是，店长。欢迎光临 HOKO， 请随意试穿。哎呦，姐，你眼光真好，拿个您的号您试试。这是我们今天新到的货，刚挂出来。没事，我自己随便看看。哎，好嘞。非常适合您的气质。我帮您，谢谢。
试试看这件。这件有点太普通了吧？你看，这个白衬衫啊，它的秘密在于后面有一个蝴蝶结，而且它可以反穿，非常适合搭你这一条裙子。小姑娘，蛮有眼光的嘛。谢谢你啊。哎，您的包啊，谢谢。呦呦呦，忙活半天还不是没开张？还有三天。还有三天。第三条，你肉眼可见的一切必须保持原样。你摸够了吗？请自重。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。什么男主嘛，脾气坏，小心眼儿。这就是你说的跟我很像的男主。对对对对，还特别记仇。我所求的都不是独占，帅啊，身材又好，还透明逆天。刘暖暖，你能不能有一点点的尊严？啊不，一点点都没有。I want you， 在每个命运时刻 ，I need you， 我们要一起去。我也不想记得。小时下班，大家打起精神了啊！加油，暖暖，今天你还是零夜去吧，下班以后你留一下。啊，好。你还记得我吧？我今天啊带了几个好朋友过来，都要麻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上次推荐过那件衣服吗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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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医生转做店员，他还能这么泰然处之，也算是难得。照着这个给我来一套一模一样的。
好。姐，图片上那个颜色这季不流行了，要不你试试这个？姐，要不你再试试这个？我带你去洗把脸，收拾好了试衣服会更好看哦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好看多了？适合别人未必适合自己，就像那句广告来着，叫什么？你本不是，你已经，你本来就，你本来就很美。对，你本来就很美。哎，你说，他如果看见我这样会回头吗？不会，但是你自己会好一点。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这样，被打败的不行不行的了，每天晚上都是哭着睡着的，但是一大早打开衣橱，把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就感觉满血复活。曾经有一个人教过我来着，一定要笑，慢慢你就会发现，哎呀，你真的笑了，哎呀，还挺好看的。只是那个内心温柔的人，是我没把他给认出来。怎么，瞧不起这个游戏吗？这个可是我特意找出来针对记忆力的游戏，我代表火锅挑战。火锅？它名字用我最爱的命名，浪漫吧？怎么比？我们俩人各选一关，共同答题。累积得分，得到最高分数就赢了。怎么，害怕了？那如果你这么怕的话，我们可以选一个你不怕的游戏。开始吧。好嘞。这根本不是天体物理的范畴，那是我依旧得到宝贵的意义。下一关到我了，记鸽子，来。你还笑得出来？谁的手总紧紧牵住我的手？答应你，只为亲你才低头。你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
是同学。你赢了。谢谢。我和火锅会珍惜好这个机会的。非常感谢你。我会相信你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真难听。为了你做不一样的我，每当你被感动，多希望原因都是我难言的理由，甘愿退后，可想念不由我。怪命运来捉弄，爱越要放开手，会让我更心痛。察觉了你偷偷难过，比谁都渴望你好好的，哪怕被他取代了我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相不相信别在乎，就算留下我一个人走着两个人的路，一定要替我幸福，我愿意默默的退出，永远停留在你的不远处。没有什么幸福。